心肝，今日又是我阮用船行，请你的记忆搁有在听，有人出世就好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甘心来茫茫用船行，有阮的不是天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守住。电视一些主题曲啊，是都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自己还记得是哪些歌 ？Hello， 记得几首了啊、嗯？要不要唱一点？黑凤凰。哦，黑凤凰。告诉你哦，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模仿伍思凯哦。哎呦，哎，你很像伍思凯、哦，你是他儿子是吧？不是、啊，你是他的 history， 你好像什么事情都了若指掌哦。没有，他因为他不小心听到。对。哦，是是，所以你要不要唱几句？所以黑凤凰主题曲，然后电视剧是叫。黑凤凰也就叫黑凤凰，对对对，还有一些插曲这样的、啊。谁演的还记得吗？陈绮贞。哎呦，陈绮贞是是。还有哪一些你可能你比较记得的？都忘记了。黑芝麻会唱吗？黑芝麻。黑芝麻不会，黑葡萄就会。那以前他们在录歌的时候，我听过千明大哥讲，他们录这些龙虎榜的歌都是日夜嘛不停停的在录的。对对对，半夜的时候。这样感觉好像，你这样感觉好像我们两个是主持，他们两个是特别嘉宾、是吗？错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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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我在这边才对。对对对。你站错位了啦，篮球。就是的，位置不对的，位置不对。是啊，那在此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刚刚我们一出场一开场的时候呢，浩浩跟佩芬有带来一首新年贺岁歌曲给大家哈、祝你新年万事好。是，那这一首歌呢，我们就是由我们建兵大哥还有朱莉莉刚刚有唱哈、还有我们张雄、佩芬跟浩浩呢，今年的2024的贺岁新年歌曲，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多多给我们分享，然后去追踪一下哦。对，在我们的所有的艺人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，Facebook、YouTube 都能够听得到。是，谢谢大家。那刚刚唱的这个歌曲哈，坚持有什么事是两位呢？新年一定要坚持，一定要做的。过年的时阵一定坚持怎么样？要吃。坚持不是要吃的，还坚持吃，当然吃是要了哈。坚持呢，就是说呢，能够
就是说能够有工作的时候多一点去工作，不要留在家里，是坚持赚钱抚养小孩啊，对对，因为小孩子还小嘛，是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你小孩今年几岁？十一岁了。哦，你是那个十一岁的小孩是吗？不是，不是你长辈啦，不是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您阿姐，不是啦，您你的阿公啦，阿公，我靠，你老啦阿公。那他小时候新年有什么坚持，就是一直坚持要做的事情？其实我今年我有在坚持一点。好，简单来讲什么？吃更多，坚持减肥。对，坚持不要吃太多啊，不要吃太多。对对对，啊。